的一次的戏学院表演，我们是历尽我们的功夫，我们还做了这个什么
早教，我们就是效仿 Miss A， 绝对是百分之百还原的，你们说对吗 ？Miss A 旧版，真的，谢谢你。好 ，OK。哎，那我们今天一定是比赛嘛，比赛就要有评审，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评审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的第一位评审，我们坐在中间的，我们第一位评审赵宇老师。是我们的詹姆 Sam 老师，詹姆老师。在我们今天有重磅邀请一位，真的很厉害，表演艺术界非常非常厉害的重磅邀请，我们的飞行导师，我们的戏班经理曾玉文，戏班。我们就是偏在这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灯？我们的灯，这个灯很用心，你看到前面这个灯。对，我们帮为我们的灯光，我们请我们的学长来帮忙。我们请帮我们学长拍拍手一下，好不好？帮我们掌声鼓励他。灯光技术感谢。感谢我们的灯光，还有我们的音响，我们也是搬了非常多颗从西昌搬来的音响，帮我们的音响的组帮我拍拍手。谢谢你们。好，再来就是我们今天很不一样的主题，我们有分为很多种主题，分别是我们的欧美经典曲目，还有日韩流行曲目，还有台湾本土风的，今天大家就一起期待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是日韩流行。总共会有五组的同学来为我们演出，但是有两组的同学临时弃赛了，是非常可惜。所以今天有来表演的，就是有奖金，一定会得奖，最差就是第三名，好吗？一定有钱拿。好，来不来比？你们这我们接下来废话不多说，马上欢迎我们的第一组表演，我们的哇舞。Have a bad 좀 이해나 없는데 눈물을 엄마는 참 진성하게 눈물했어 눈물을 지나본 봉봉바라 춤추는 너의 손짓이 또 배우네 도지 않은 불멍짓이 난 뭘 알아 지금 이 곁에서 너는 날아두나 누굴래 이렇게 언제 그럼 자기 너무 상상했던 것 같아 가슴을 싸가지 Hey Mr. and Man 멋대로 먹는 피로처럼 We are wow, darling, you're my heart.
定会更好的，我知道。爸妈，哦，你们再不来参赛啊？哦，接下来这一组特别，他们是来自二年级学姐们的组的这一对。然后我刚刚小小看到他们一点点的表演，真的很忙，超忙。你们等一下看着就知道有多忙。看我在旁边那边喘，哦，什么好喘的？很厉害，他们用了很多很多组曲，你们等下可以数数看到底有多少。他们是来自我们二年级的易大师，有听过易大师吗？还有他们易大师很湿的湿哦，哇，等下就知道哪里湿了。哇，开玩笑的啦，开玩笑，我就说腋下很湿这样，开玩笑的啦。那期待一下，期待一下，我们接下来欢迎我们二年级学姐的易大师。皇后的故事。某天，皇后成为杀手 X， 正在计划着在一场 party 上暗杀自己的旧情人国王 K。于是，他请了一个特务君来协助他完成任务。在听到 X 的请求后，特务君想了想，拒绝了。他正准备掉头走人，这时 X 拦住了他，并掏出了一大把钞票。见钱眼开的特务君数了数钱后，答应了他的请求，并收下了 X 托付的枪。两人达成协议，6:10 party 即将开始。谁的舞风，让所有人都放，请 DJ 继续放到天亮，自然不勉强，洒水到面霜，就跟我一起跳进 Oh my pretty girl， 你姑娘一定要要帮你加油，我就是我。我的想中的中文配，我
欢，什么都会，什么都，什么都喜欢，什么都会，什么都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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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会。爱情有时间就再见失恋，最后特务觉任务失败，为自己引来杀机，国王跟皇后呢就过着幸福快乐生活，那你就是陈丹龙。好好看哦，是特务觉吗？也是特务觉。为什么雨洁做什么都那么好看？因为我喜欢他哦，开玩笑的啦。那我们刚刚那个真的很忙，有人数出刚刚有几首组曲吗？好，你来听我讲话哦。开玩笑，真的很喘，就是大家就知道唱跳有多难了，所以唱跳歌手其实都还蛮艰难的。接下来这一组很特别，它名字叫做剧透了，就剧透了。我知道我们现场有一个叫烂透了，但我不知道接下来这个表演剧透了，有人。可以猜出这是什么表演吗？这一组呢，刚刚有稍微看一下他们表演，真的很特别。大家等一下要仔细看哦，它是有点类似歌舞剧的发展这样子。等一下他们的 C 台这样，非常非常期待，也是来自学长姐们的队伍。那我们就期待一下我们剧透了的表演。不小心露馅了嘞！等一下，我让我看一下是什么情况。OK 吗 ？OK 吗？OK， 等一下我朝下，然后看不到。都什么东西啊？OK， 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我们欢迎剧透的表演。测试。我靠，太悲哀了吧！还有什么神之所谓？对啊，是道具吗？问这么多问题干嘛？对啊，就没有动机，是要怎么走吗？快走！站！闭嘴！真的假的？哇！知道。你们却不认真在排练唱完手机，这样不行，什么都那么屁，你们这群可怜小鬼，全部都需要重新教育，我是不是真的很开心？叫我什么？脑洞大开的导演。
来的导演。好，那个话就讲到这边哈，记得做功课，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啊哈。嗯，做些什么呢 ？Kiki 立场。正阳可都忧伤，他还要无双，逼得我们每天都要八点钟起床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另一个，他拍脸没有效率，还记不记得他上次打马球雨没做功课，还来害我怎么不起诉？那这个暑假还要重新来一次？怎么这样说？怎么这样说？老师人很好，还请吃了阿米索。因为他很凶狠，我才不怕跟他杠起来。好哟，你们不要这样子啦，老师很凶哎，我怕他会骂我。怎样？你领品牌了吗？你领品牌了吗？你还没有牌吗？没有牌，老师怎么上课啊？代表性的广牌事件，今天表演基础呈现，我没有排练，请假，妈的真的超爽。你们找不到我，我躲在被窝装死，装死也请假，是假病假丧假一秒假，可是我没有证明，该死。啊，我有个想法，上网去找发烧图片，然后去骗学长学姐。天哪，我就是这么聪明，聪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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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好聪明。像双周狂的排练，马上去他家。离开他家之后，还能广去 open， 来 open 我，你到底还在做什么？明明离神牌还有很多天，我想新歌再也不给妈的五千等。离演出就还有很多天，搞不懂哎，你们到底在急什么啊？你们急，我哪有更急？不要去排。什么烂导演？假如我们这边，可是我是金银山呐。老师来，老师，不敢不敢，金银山，老师来了，老师，怎么在这里啊？可怜的学生，我当你。一群烂泥，迟到早退，不知羞耻，还想演戏，不准去谈恋爱，乖乖回来整排，六点之前要看到你回来。怎么样啊？给我拍戏啦！你这个烂女人！你这烂女人！我要狂拍，我要狂拍，什么整排？我要狂拍去谈恋爱。我生来就坏，天生就是几败，无论如何我就是要狂拍。你们真的太过分了，都不要整排啊，以后都不要整排了，跟吴坚说整排都取消，气死我了。快点啊，快点啊。谈恋爱，不要骗
学长还有学姐，来乖乖的去排练。为什么我不早一点发现，原来我做的有点过分？去排练会害了他们，我何德何能？喜欢树科大吗？好，那我讲那个一二三，你们讲树科大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来，一二三，树科大。我笑死你！刚好你等下传给我，我声音，我声音，等下传给我。有点喘，那我喘一下。好的，我们今天事实上我们三组已经表演完了，很快很快。对，我们先。那你可以用刚刚的那组是吗？可以哦，就是这样子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对啊。我们三组已经表演完，大家觉得有精彩吗？有。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来到我们评分还有评审就是讲评的时间 ，OK 吗？评审老师 OK 了吗？可能要等一下下哦。那还是我来讲个笑话，唱个歌好了。大家想听我唱什么歌？日本萌娘，唱日本歌，唱日本歌。什么得羞怯？是你讲话可以就是有礼貌一点，就是我不会怪你啊。但是啊，因为我们评审需要一点的考虑时间，当然我知道胜负结果已经很明显了。很希望给他们一点时间 ，You know。老师 OK 吗？好，那我现在讲好了。Oh my god！ 就是天籁之音，就是往年来就是大家胡闹，然后很有趣的场合。然后而且我周末的时候在招生考试，我要看到那个哲宇留下来在做舞台这样。
然后所以很认真的恶搞，然后而且恶搞的很有层次，然后同时又可以展现出各式各样的唱歌也好，舞蹈技巧也好，在线上学到的事情都拿出来，然后弄一个自己开心的事情，我觉得就很好看，很好玩这样子。然后就是不要不小心太认真了就是了，这样。好，好，下一位。好，那个一样，就是跟去年一样，我还是看得非常开心哦。就是大家有应该有发现，大一、大二、大三就是那个就是越来越疯的那种感觉，所以就是大家就是稍微就是明年可能多报几组，然后那个表演的部分可能可以再更疯一点。那老师，你觉得我漂亮吗？超美。那有请我们飞行导师。我是不专业代表，然后呢，我第一次看我真的觉得很好笑，拜托那个最后一组真的笑死我了。然后呢，大家都很棒，就是我，这首才够了。他们刚刚在笑我，对不起老师。然后那个各位都要准时还器材。那个最后一组可以去当那个招生影片。我也觉得。对啊，要不然我跟主任讲一下，我等一下回去跟他讲。然后我们找时间拍一下。谢谢啦。等一下，我在这边呼吁大家一下，就是呢，如果要请假的话，不要骗学长姐拿假的发烧的图片去骗你们的 TA 哦。不然呢，我们就会弄一个表演来弄你们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不要骗人哦，预备班的。总之，老师们分数出来了吗？好的，那我请我们的分数小天使，他等一下他现在在绕场，等他一下哈。各位参赛者，你们觉得谁是第一名？不，都没有。我觉得初音是我心中第一名。雨章觉得呢？你觉得是第一名吗？谢谢。啊，雨婷觉得呢？这我比你漂亮了。你想太多了。我们的分数到了吗？等一下哦，那还是我唱个歌。好尴尬。可是我们还是有访问一下那个学长，你怎么进入 Kiki 老师的角色的？对啊，怎么做角色功课的？我相信有些学弟妹也想知道。就是我平常都会。会就是在造型美学的时候就有在观察 Kiki 这样子。有一个角色功课，就是我做的蛮足的这样子。对。这个是并不是真的哦，对，我没有点。很像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我们是也要叫我讲话吗？唱一下日本歌是不是？有千本樱的音乐可以放一下吗？你想要千本樱的？注意甩葱歌，我不会，那我们一起跳好不好？他们没有音乐。极乐净土了，我们这里有那个，我们专门在 cosplay 那个，不好意思，有极乐净土是可以马上就是给你那个放下去的吗？可以比 OK 不可以打叉？谢谢，感谢苏克大打赏了100颗星星，谢谢，你们这些聪明啊，不做角色功课你们就这样啦，搞什么东西啊，双明。你妈的笨啊！有了吗？三秒钟，两秒钟。五、请不干净。好笑。我们请我们的那个音乐可以直接就是把它放下去。Woo!
好了吗？哎呦，还有 OK 了，我们的分 OK 的，谢谢我们的音响组。我们分数已经出来了，我们从大家想从第三名开始哦。我们从第三名开始播报。喂，那我来哦。好的，大家觉得第三名是谁？你们走着瞧，没关系，我们就直接播。我们第三名是我们的一二三，哇哇呜！掌声欢迎，往前。好的，哒哒哒哒哒，一起唱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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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来，我们请我们的戏助来帮我们拍张照好吗？这里这里 ，Come here, baby。是的，帮我们飞行导师给我一点掌声。那我们再唱一次哦，六七八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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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记住，你不要那么害羞，你可以站到 center 的地方。哒哒对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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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Take a picture, one, two, three, one, two, three. 好的，谢谢，感谢。下一个第二名究竟是一大。到底是一打十还是鸡头的呢？那我们第二名欢迎我们的那个赵宇老师，赵宇老师啊，这个我来。赵宇老师呢？这里。对啊，等一下就是请你帮忙，就是那个，或是你是下课想要打坐的话，我可以帮你打坐。那好，那个第二名就是我们的。哦天哪，太棒了！噔噔噔，在谁特的地方？老师是谁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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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阿妹受不了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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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 耶、yeah ，谢谢。那么第三名就是我们刚刚最好笑的，是什么？第一名是我们的鸡汤。我们要反应很漂亮的，这个绿帽鹅好不好？来到了我们的几点呢？四点十分，大家想要下课吗？还是你们想要再继续看表演？还是找人上来唱跳一下？啊，没有这回事，因为我也想要赶快下课。那所以我们今天天籁之音就到这边了。但是，因为我们这办这个活动非常的辛苦，你看我们这次还请到了那么多灯光，那么厉害的东西来，还有音响，怎么可以只有三组呢？是不是太可惜了？应该来个六七组吧。所以下一次戏剧帮活动的时候，请大家就是可以明年加油，再加油这样子，对，可以来多组一点，让我们就是可以欢乐一点，好吗？那我们现在时间四点十分，我们戏共就是啊，对啊，等一下我们先请我们的。非常三位非常专业的评审老师先行离席，是的，等一下我的小抄文啊，谢谢我们的灯光音响，给他掌声鼓励，还有我们评审老师。好的，那我们就是到此结束，拜拜，谢谢，谢谢，明天见哟。